道歉的机会吧 ，sorry。 夫人，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就是他，他就是小勋喜欢的那种女孩。等杨志明接你了吧？不等他，他给我发信息了，这两天应该在美国。 那你还到处乱看，习惯了，总觉得少点什么。哎，我们走啊！我请你去吃大餐，庆祝我告别了航空事业。好啊，那我吃最贵的。<笑>杨志明的卡在我这儿呢。<笑>为了惩罚你，今天害我被乘务长骂，不吃到吐。你今天别想回家。好啊。 你说这年头名字一样的人还挺多的，这里面真是你那个杨志明怎么办啊？看把你吓的！行了，走了。他要是真从里面走出来，还不把你吓死啊？哎，你干嘛去啊？ 就咱俩吗？对，今晚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俩。我要是没有你该怎么办？这张卡你留着，没限额，随便刷。你这是交易吗？甜蜜。多谢你们啊！<笑> 我没骗你，我爱你，真的。我只不过是我跟他结了婚，他父亲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这比我跟人奋斗10年还管用。我们不过是一场生意，只是合作伙伴。<笑>
爱我，真爱，真爱，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相信我。相信你，所以你的爱在大把的钞票面前，你只配跪地求饶是吗？啊啊啊！婚姻只不过是一张纸，等你真的有了，过不了几天，没准你自己都想扔掉。除了婚姻，其他的我都可以给你，房子、车、珠宝，别人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得到。我不在乎那些东西，金钱换不来爱情。谁说金钱换不来爱情？谁说金钱换不来爱情？没有例外，如果你是例外，那是因为价码还不够高。说的都是你的心里话。好，那我不过去可以吧？不过就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你也用不着跳楼吧？你看楼下那么多人看着你，你要是跳下去影响多不好啊。还有就是，你是消防队员吗？这做人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受到影响，是不是？你是消防队员吗？啊，我是路过。消防队员应该不会像你这么业余吧？所以我现在跳下去你也拦不住我吧，多管闲事。你真跳你、就算失血你都在这儿啊。你不能让你在我面前跳下去。这不是你家吗？我说让你放手，走开！你抓紧了，快给我的！你别松手！快下去！我刚才救了你一命，你怎么连句谢谢都不说啊？我又没让你救我。哦，我救你那是因为我脑子进水了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救你，我就是不想看到你从我们家楼上跳下去。你家？我家就是那栋楼，我的童年就是在那栋楼里度过的，那里有我和我爸在一起的记忆，是我们父子俩的秘密基地。你要是死那儿，那我的记忆就毁了。这么大了还秘密基地，真幼稚。你
干嘛一直跟着我？这马路是你家的，马路这么宽，你走你的不就行了？把我马下来！你差点让人撞死，你疯了吧你？你放心吧，我不会死的。看见那家咖啡厅没有？是我开的。你要是不放心的话，明天来看我呗。咖啡杯呢？怎么？你听说过？和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去的咖啡厅，一个名字。这是你泡妞的方式吗？真是老套。老套并不代表不管用。徐成勋。行路，露水的路。今天谢谢你。谢谢。我们能够正常沟通了。啊，答应我个要求。什么？你一定要保证能见到明天的太阳。我是没问题啊，只要太阳他老人家愿意出来见我。再见，徐成勋。再见。买单。哎，谢谢。大哥慢点，兄弟们，哎，你们见个妞。好，我们一起打烊了。漂
漂亮的。你们换别家吧。这不都是人吗？怎么，招待他们，那我们就不管了是吗？啊？我们真的打烊了。我们哪儿都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了。好子，就看上这儿了。干什么？放开他！谁呀？滚远点！别碰他。你他妈还来一次？就是擦破点皮，不过说实话，那些小混混下手也真够狠的。下次我碰到他们，肯定让他们好看。哎，二十几年了，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啊！你也在这上学的？是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学校就在街角的左边，那个学校叫徐家汇机关三小。对啊，你也在这上的小学啊？对啊，来，校友，敬你一杯。谢谢你送我回来。都是老同学，你跟我客气什么？没事儿、再见。再见。等一下。那个，留个电话呗。我没带手机。好，写这儿吧。谢谢。拜拜。那傻小子送你回来的？嗯。新恋情？嗯。咖啡厅认识的新朋友。哪个新朋友这么好啊？送到家门口还这么依依不舍。你别瞎说了，新公主，刚刚那个傻小子，我看比那个什么杨振民。我是说，其实他挺好的。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的。支票你先收着。那好，我按你说的办。黄总，黄总，他来了。黄总，啊，徐成旭，哎呦，黄总，小徐来了，来坐。黄总，一接到电话，我马上赶过来了。真的有人愿意投资为我办画展是吗？是这样，昨天我在给你打电话的时候，确实是有个老板看上了你的画，哎，非常喜欢，我就跟他提了你想办画展的想法，哎，人家当即表示，只要你可以卖他几幅画，他就投资你的画展。但是，我刚刚接到他的电话，人家改主意了，哎，也没说明为什么。小徐啊，如果你真是急等钱用，我可以帮你，你把那组记忆拿出来。那组记忆我是绝对不会卖的。那好，那随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哎，画展的事泡汤了。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觉得我没有才华。你不是说画家都是死了以后才出名的吗？你现在活得好好的，穷困潦倒是对的。现在要是有人能杀了我就好了，那样的话我的画就值钱了，是吧？买凶杀人的钱你有吗？给你个赚钱的机会，要不要？嗯，当然要了。好，送去那边。嗯，帮我做咖啡拉花吧。啊，咖啡拉花。你用这个吧，这个可以在咖啡上画画。好。画得不错嘛。是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是画家，凡是跟画画有关的事情你都做得比一般人好，就算现在没有人发现你，以后也一定会有的。嗯，慢走。这家咖啡店做得真好。谢谢啊。干嘛？你的工钱啊。你工作了一天不要工钱吗？ OK， 我请你吃饭吧，想吃什么？啊，法餐。我逗你的，法餐有什么好吃的呀？那么腻。你还想吃巧克力蛋糕吗？我偷偷给你留了一块。嘿，那俩妞就你吧。小丁，你说来钱快的工作就是这个。是啊，你不是标球标的好吗？咱们去赌一把，没准现在就发财了。看劫车多多呀，咱来一把，一把就来钱。让你，那个，你这车还真不错。V12发动机，双涡轮增压，碳纤维车身，四排气管，还加了液氮加速器。你这车少说有500马力，有点眼力。你蹬着三轮车跟瘸子赛100米，是不是特有成就感？说什么呢你啊？哎，别，这么说你带了更牛的神器了？不需要什么神器，有我就行。你是修车行的车夫啊。你进过赌场没有？别在这儿发挥你的无知了好吗？我们练哥可是新葡京的白金 VIP。 进赌场的呢无非两种，带钱来空手走的，带钱来带钱走的。抱歉，我是第三种，空手来带钱走。看见那车了吗？我就用它，要是赢不了你，你从我身上压过去。有种。可是你的贱命我不要，要来也没用。你要是跑输了，我要你光着屁股从这跑到外滩去。要是我赢了的话，麻烦你破费10000块钱，好歹让我打个车回去。要是你赢了，这些都归你。你说行吗？你压我就行了啊，这钱你拿着，赢了算你的，输了你没损失。
我说过，我只要10000块就行，其他你们分了吧。真的假的？他偷摸我们的钱壮大吗？是啊，不要拿过来。凭什么呀？这是我哥们赢的。你以为你谁啊？侥幸赢一把，你就以为这天下是你的了？好吧，既然你大方，那这钱你别要。亮哥，亮哥，兄弟，愿赌服输啊！这钱是我赢的，我想给谁就给谁。你跟老子滚！这是我的地盘！叫你滚！跟老子赛车！快滚！你快滚吧！滚！别跟他生气！靠！滚！从来没见你穿得这么正式，不赖嘛。嗯。哎，你哪来的钱啊？我们都不会要吃霸王餐的。嗯，放心吧，踏踏实实吃。嗯。晚上好，好，先生，您贵姓？好，啊，我姓徐。徐先生，请至窗边的位置。嗯。嗯。我要一个法式鹅肝煎扇贝，还有黑松露清汤，不要放 rosemary。好的。嗯 ，Brittany 龙虾配里海黑玉子酱，一个芦笋配干式 Sherry 烈眼牛排，另外再给我来一打白龙生蚝。好的。记住，生蚝一定要空运过来的。千万别拿日本的熊本行糊弄我，您放心，就这些。两位，用餐愉快。来，你经常来这种地方吃饭吗？不是，其实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今天刚学的。哼。我上一次来这里吃饭，已经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来这里吃饭。和家人吗？和我爸爸。你妈妈呢？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我爸爸娶了现在的这个妈妈，他总是嫌我父亲赚的少花的多，所以来这种地方吃饭是不能告诉他的。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个公子哥，可是等到他自己立业的时候，我们家却败落了。但是他始终改不了自己公子哥的习惯，吃穿用什么都是最好的，可是自己又没有太多营生的本事，所以我们家的钱一天比一天少。你和你爸爸关系不好是吗？恰恰相反，我很爱我父亲。爸爸即使赚再少的钱，也从来没有委屈过我。女士请用，Sherry牛排。谢谢。好了，星罗小姐，请慢用，吃吧。小时候，我爸爸也会这样，把菜都切好，然后一块一块地喂我吃。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公主。
那我应该恭喜你今天再次成为公主了。嗯，你是几岁离开上海的？八岁，在八岁那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父亲去世之后，外公和外婆就把我和我母亲接到了香港。但是呢，我觉得香港那个地方不太适合我，之后我就去了维也纳留学。在那里我吃了很多苦，直到上个月才回来。那你在上海还有亲人吗？那你回来干什么？也许是因为这里有太多跟我父亲的回忆吧。你爸爸？是啊，我是想像他一样生活。公主殿下，今晚的用餐是否满意呢？谢谢你的盛情款待。服务员。恭喜你们。我爱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千万不要误会啊，这可不是我搞出来的。我敢打赌，这里面一定有个戒指。啊？看到没？看到没？神了，真的有啊！你别动人家戒指，你这是干嘛？没有了这个戒指，妻子一辈子都会埋怨丈夫没有给她一个好的求婚，丈夫就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弥补她，你不觉得很浪漫吗？走啊！那什么惊喜？马上就知道了，这边。哎，这不是我订的蛋糕吗？啊，不是。哎，还有那小提琴，怎么回事啊？别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我这么惊天动地的表白，你怎么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原来不是没有反应，是根本就没有动过心。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也从来没有爱对过女人。怎么，我也是你错爱的女人吗？那可说不好，青露。你总是那么的神秘，我根本猜不透你在想什么。而且你那么漂亮，我经常会担心你被别的男人给抢走了，所以我妈跟我说不要让我和你这种女人来往。你是不是花痴啊？见一个爱一个，你从小就这样吗？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呢，我妈妈带我去看白雪公主，所有的人都喜欢白雪公主，而只有我对毒王后一见倾心。哦，那我们还真是挺搭调的。别人都爱王子，就我爱七个小矮人。哦，我说你啊，一个爱七个，你太不像话了啊！你傻、去他让我找你有事。哎，那个，哎，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再猜车了。这世界要是能自己想怎样就怎样，那就太和谐了。可惜不是。我看到你跟老板娘打得火热，你喜欢她是不是？关你什么事？我这个人呢，钱不算很多，兄弟也没几个，可是要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开不下去的本事我有。你就说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只想跟你再赛一场。明天晚上10点 ，You me。你要是输了，照老规矩，脱了裤子外滩跑一圈，就这样啊，走吧。还有，你要是不来的话，那我就把这画室给你砸了。嗯，晚上等你啊。哎，令哥，我不知道会这样。
行了，你怎么会在这儿？跟你一样，活腻歪了，想玩玩命，不行吗？来，走，回家了。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行了。哎，你输了。这么说，那顿饭钱你是这么挣来的？嗯，为了顿饭你就这么玩命啊？不是，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不想让你失望，我是真心想好好请你吃顿饭。你什么时候还学会赛车了？没听你讲过。我呢，那时候在维也纳，有几个玩赛车的朋友，有时候画画没有灵感，我就和他们一块玩。后来发现这事儿还能挣钱，就顺便挣点学费，玩过一阵儿。但是现在我跟他们没有联系了，坏朋友再也没交上。真的吗？真的。啊，我带你去个地方，有东西给你看，好。Open your eyes.再帮我换衣服吧。好。我又是骗了你，别说傻话了，是真的，骗就骗吧，就像飞哥一样。
明知道会受伤，还是会向着火飞过去的。露露放学了，你得去接她，别让车给碰着了。放心，马上去接她。啊！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你掉水里了，怎么抓也抓不着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黄总，我想请您给办个画展。黄总答应给你办画展了。真的吗？给我办画展？真的。他说像你这么优秀的艺术家，有必要把你的作品介绍给大家。 Yes Yes 行了，谢谢你，你真的是我的幸运星。黄总，人送走了。您不说这话有问题吗？你懂什么呀？这小子有才华，你看看他这组技艺肯定能卖大价钱，值得我冒险一试。这就是你父亲的记忆吗？在别人眼里也许很难懂，但这的确就是我对父亲的记忆。星小姐，我知道你和画廊的黄老板正在北约做些事情，你怎么做是徒劳的？那你想怎样？我想做什么你很清楚，我警告你，如今是个契约时代，你在做任何决定和任何行动之前好好想想你的家人还有你自己。实在对不起，你就原谅我一次吧，商人嘛都是为了利益。是是是，下次不会了，对不起啊。小徐啊，小徐哦，来来来来来，黄总，告诉你个好消息，上次那个陈先生他很欣赏你，他有意啊购买你的画，那就这组记忆。小徐啊，
机会难得呀、啊。陈先生的出价可不低哦。黄总，这组记忆我真的不想卖，其他的画行不行？不卖。小徐，不是我想说你啊，你的这些作品不是挂在这儿让人看的，你得把它变成商品才能换回你的生活，对不对？那你说我这儿的租金你欠了多久？我催过你吗？你女朋友来找我，希望我帮你办画展，我二话没有两肋插刀，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观众来啊。就在这种状态下我还找我的朋友来买你的画，那是帮你救急。我够朋友吧？你现在还跟我摆什么艺术家的臭架子吗？这组画它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有意义，它对我真的很重要啊。重要，好，很重要，那你留着，那你全都留着。老板，怎么样，喜欢吗？青露，青露，嫁给我吧。你答应了。你哪来的钱买戒指？有几幅画被我卖出去了。你该不会把那组记忆卖了吧？对，就是那个。为了个戒指，你卖了那些画。你不是说那些画是你的生命吗？是你对父亲的记忆。就为了个戒指，啊？行路，你卖给谁？黄总，是不是？行路，
行路，这画你又买回来了，好好爱惜你的画，别再买给任何人了。戒指呢？你给退掉了。这个你不用知道。那我们呢？我的求婚呢？我不会嫁给你的。不是，我没有逼你的意思。你以为我跟你上床了，我就要嫁给你吗？你先别生气，的确是我太心急了。你现在不接受我的求婚，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可以慢慢考虑，我可以等你。这件事是我不对，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要见面了。等等，行路，你在这干嘛？你怎么又和他在一起了？那是我的事。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什么都没做错，因为他有钱。你以为贫穷是个光环吗？我不想后半生都跟一个穷画家在一起，也许别的女人愿意，但不是我。你的那些画根本没有人要买，没人买的话就是垃圾。你不是说你很喜欢那些画吗？没错，那组记忆是挺好的，连我都差点被打动了，但是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人太不切实际了。可是我跟你不一样，我已经挨过穷了，我爸爸还在医院，我不想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是现在这样子。我试过，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想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再后悔。你可以一直画画，画到80岁，但是我不想一直到死都住在那个只有一张床和一堆卖不出去的画的房间里，你懂吗？你能再考虑一下吗？啊，让穷画家留饭吃的是你，也是你帮我卖的画，啊，你怕我赛车出危险，拼命冲上赛道拦车，你都忘了吗？你骗不了我的，你的眼睛是骗不了我的，我不相信你都忘了。徐晨旭，你醒醒吧，我们完了。行路。你的眼睛像孩子一样纯洁清澈，但是你的心却难逃世俗。
你疯了？放心，我不会再为你发疯。那你在干什么？啊？报复我，对吗？我早就不恨你了。我报复你干嘛？我报复你干嘛？你知道吗？我在做一种生意，找你来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生意？你他妈让我来陪你玩真人秀的啊？你告诉我，圣女，你的坚守呢？是什么让一个圣女觉得钱是个好东西啊？圣女为什么放下坚守跟我这个人渣做生意？他妈的底线，坚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变成了和我一样的人，真好。找到你真不容易。你怎么会有我的号码？这你不用管，你比照片漂亮。挑选了很久，觉得还是你的条件最合适。坐。家族的名望想必你已经了解，先父早故，我们只有一个儿子，他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本来在伦敦学习法律，可是他弃学到维也纳学艺术，现在一个人在上海做当艺术家的梦。他还年轻，好多事情不明白，所以正好试试这个办法了。我要你设法让他爱上你，然后离开他，原因是嫌他穷。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了。我要我儿子回家。你们凭什么这么做？你不要感情用事，这只是一桩生意，什么事都有个价。就因为我们家穷，一无所有，你们就觉得我什么事都会做？还是先谈谈酬劳，事成以后你会得到1500万。千万不要了，我爱上他。你更爱你自己，要不然怎么不早早撒手呢？怎么还接着干呢？你赶快离开上海吧，不然我要收回的就不仅仅是钱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你这么做会毁了他的。你不要自以为是了，他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我为什么要毁他？我是要用你来教育他，他太理想化了，跟他父亲一样不切实际，
这是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你自己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要保证他足够的冷血，足够的理智，来继承家业，过他应该过的日子。我配不上他的生活，你自己说呢？我不想节外生枝，如果还有什么经济上的要求，你找林恒。他那里不会有麻烦吧？不会有麻烦的，他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明天啊，给你1500万，换你现在的生活，你还不还？哪来什么1500万呀、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吗？生活都没了，要什么1500万啊？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吗？我明明爱的是他这个人，但我偏偏催眠自己。我爱的是他的钱，从来没有哪个男人像徐晨曦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看来我心里的伤治好了吧？可他却是我唯一出卖的男人。好了，我也起来。我伤透了他的心。回家吧。你是因为爱着爸爸才和他结婚的吗？可是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他？我为什么偏偏会出生在这个家里面？你怎么知道我不爱他？如果我不爱他，我怎么会违逆你外公外婆的意思，跟家里断了关系，一路跟他到上海？怎么会在生下你之后，又跟他一起熬了8年的苦日子？若是真爱，就不会是现在这样。我和你父亲并不像你想的。我知道你一直很崇拜你父亲，觉得他不拘一格又天才。他是你偶像对吗？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因病去世了吗？自杀死的。我带你离开他以后，他一贫如洗，那些作品一副都卖不出去。他整天虚虚做白日梦，最后穷到没脸见人，也没脸面对自己，就自杀了。你也想这样？妈妈老了，以后这个家业要靠你继承的。我知道让你回来，你为这家做了牺牲，以后你会懂得这是值得的。快去洗洗，洗洗早点睡去吧。
这臭小子又来找你赛车了。你怎么又来了？再来一次，这次我赌100万。喝酒了？喝大了。你穷得连女朋友都跟人跑了，你拿什么跟我赌？穷鬼，你被人甩了，跑我这来闹事，你不想活了？有钱了不起是吗？有钱了不起，是，有钱是了不起，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啊，钱钱钱！想像你们一样活着，可是有些东西比钱更有价值。You're adding beauty to this evening. Thank you. 你好，你好。你好，董事长。徐总好。你好，开心啊。你好。喜欢这个花。欢迎回归家族，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从来不管别人怎么想。你以为我不心疼你啊？但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让伤口愈合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停地往上撒盐，等结痂了你就不觉得疼了。 I didn't know you were such a wonderful painter. Yes, you're so talented. Thanks. It was my hobby when I was young. We'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one. They're very valuable. To our family, they're priceless. How can we sell? It's a pity. Well, thanks. She has a beautiful mother.儿子，别这样，给妈妈一个微笑好吗？你今天真的是很帅。你说，那组画帮我找一个画廊，标价1块钱卖出去。徐夫人，她说了，您的作品都是家族的珍藏。你没听见啊？以后家族还有集团，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决定。去办吧。上个月您把画交给我们卖，很快就有人感兴趣，谁成想对方竟1500万给买了。谁让你们1500万卖出去？您不是说1块钱都卖吗？我说让你们1块钱卖出去。谁让你们卖1500万了啊？被谁买走了？不知道，只知道是个欧洲客户，这有一个维也纳画商的地址。小雪同学，你那场跳楼的苦肉计和咖啡店的戏演得不错呀。现在不是应该在上海过着你想过的日子吗？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啊，对，你那个有钱的男朋友哪去了？他没和你一起来维也纳。看来你这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好嘛。我妈要知道肯定伤心。她可给了你1500万呢，你
你知道吗？其实我可以给你一切你想要的东西。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的很天真，我只梦想着成为画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我。小时候我父母经常为了柴米油盐吵架，直到8岁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和母亲回到了外公外婆身边。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我是有钱人。他们都是香港富豪，但是我对钱没感觉，我感觉不出财富有多重要。可能是受了我那个没出息老爸 DNA 的影响，我只想成为画家，找到我存在的价值。那你现在你不画画了吗？画画？我如今还有画画的时间吗？其实我得谢谢你，是你让我明白了，有钱不是罪过，贪婪才是。
I'd hear your breath in my dream of you and me. How sweet it is to love you. I am lost in fantasy.我愿意放弃。